非常的热情，而且有很多粉丝自嘲说，如果喜欢一个成员然后转推另一个成员之后啊，就会叫做重生。那今晚因为我们的每个队都会重新打算重组，所以今晚队推们也要重生了。然后现在看到我们的舞台的一侧，站在阶梯上的就是我们的九栖生成员。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九栖生成员，他们分别是陈汉、李美琪、李星宇、李玉倩、王希元、王心妍、甜甜、杨美琪、杨令仪、张倩、周诗雨、朱晓丹和张馨月。我们掌声给我们的九栖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今晚我们大重组的人员已经都到齐了，请全体 SNH48 成员面向前方。本次 SNH48 大重组第一项决定，保留 Team S2、Team N2、Team H2、Team X 四支队伍解散，原 Team X2 队伍番号，重新分配所有原 Team X2 的成员归属。现在在我们的舞台前方，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几个分队的标志，同时我们将成立我们的新队伍 Team FG。 FG 取自于英文单词 future 的缩写，即是未来之意，包含了对重组后的 SNH48 的期盼与勉励之情。在本次的大重组中， SNH48 也将重新任命每支队伍的新队长，感谢每个队伍中原队长几年来的努力和付出。各位队长，你们辛苦了，希望大家为他们送上热烈的掌声。好了，现在五支队伍的 logo 已经摆放在延伸舞台上，接下来我将宣布的是 SNH48 大重组调整结果，请各位成员根据自己的调整结果站在相应的队伍 logo 之前。首先我要公布的是新 Team S2 的成员名单，他们分别是陈光慧、陈思、戴萌。请陈光慧站在你的 logo 前，往前站。对对，蒋云、孔霄云、吕一、李雨琦、刘增艳、莫涵、钱贝婷、邱心怡、邵雪聪、请被我念到名字的成员都站到 Team S2 的 logo 前。我接下来继续念：孙瑞、吴哲涵、徐晨晨、许佳琪、徐依人、徐子轩、袁宇珍、袁丹妮、张宇格、赵烨、
以上就是新 Team S2 的名单。在新 Team S2 的名单当中，有两位成员将兼任其他队伍，其中吕一将兼任 Team X， 李雨琦将兼任 Team FT。同时我要宣布的是，新 Team S2 的队长，他是戴萌。副队长他是莫涵。请工作人员把话筒给我们的新队长和新的副队长，其实也是我们老的队长和老的副队长。让我们请两位队长说一下现在的感受。我们也给我们的成员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新的结果。莫涵、戴萌，先我们代表一下新的 Team S2 的成员来讲讲话好不好？你们此时此刻的感受。